都打靶啦，讲一下你放。我玩太迷溜啊！来，大家在看到这个就是一个 typical Singaporean little girl 在玩巴拉巴拉。这个游戏在我小时候我常玩，大概是16岁、15岁的时候，所以你看他应该是差不多跟我一样年龄。现在我已经20岁了。When I become a man, I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。嗯，集美哦。你要怕后面那些 fanatic fans。太邪了啊！他在跑来跑去哪里？我金铁方面，我金铁。哎、欸，他懂我们在拍是吗？没有啊，他昨天给你看的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他是懂哎，他看你去了，他看啊。啊？他看啊。